杨夫子，地主成碑。啊！你想劈头的我呀，我想起来受气啊。 各位神中，待起了，毛泽东思想是真情。哈哈哈哈哈！俺毛主席说是，俺在虽然是在在我家水晶棺里啊，在地上冰凉冰凉的，睡到那葫芦个身个串的厚的厚着的，就是冻的就不行，冻的穿棉袄穿什么，我穿冻的，干脆推进就不了。你毛泽东哪里好呢？俺不是自己有的算了。